你怎么走路都没事？我还没说你呢，躲着我一个人吃独食。我不是躲着你，我躲着吃点心是因为你不觉得爱吃点心很没男子气概吗？楚军当为一国表率，这样有失身份。谁说的？现在我也吃了，难道我就没有男子气概了吗？来，一起吃。吃了你就和我一样有肌肉。